怪花之机，若林军五大职人开摊，新年款美味快来看。我们今天讲的每一间店，平常都是排队排到死。对，由五百集举办的五百趴找来五大职人开摊呐、啊。米其林二星餐厅若首次出摊呐、啊，推出诚意之作五百趴限定套餐，堪称全场人气最旺。长平这样转过来拍啊，用。好难买哦！因为配料当中的奇鱼尾巴，它其实也是很稀少。对，那野姜花粉末，其实在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。台中长滨人气主厨杨博伟携手世界面包冠军推出海味挂包。完美必去，人真的是非常的丰盛，而且他今天的布置也非常之完美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噠噠噠噠牛奶吐司，那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规格是日规的两斤重，是我们目前台湾都还没有上市的规格。超夯日本生吐司也和在地品牌好时光联手推出愈合包果酱和生吐司。哇，好的，怎么那么奢侈啊？直接摘也太奢侈了。香味超重，它是那种非常自然，它不是那种，对，它真的很自然，它不会说一打开就那种油香精冲上来，没有，它反而是很近很近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感觉到那个清甜感。小编，哎、欸，香编，对啊，翔哥想吃是不是？你等等，我们有创意咖啡，然后也有黑咖啡。那如果就是专程来市集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是推荐喝创意咖啡，好，因为是店里面喝不到的。好，那今天有两款，一热一冰。这个是山上的孩子，那这个是美丽女。这边哦，也是在排队啊。没有，重点是老板已经开喝。这间店必喝，而且不要说我先喝吧，老板已经先开喝。我刚看到整个人不爽啊。老板已经在开喝了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一点是，今天除了 Jarfan 之外，我们今天还跟很棒的品牌金并合作、嗯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三款金并的特调，然后有一款呢是为了500%这个地方所做的，所以叫500%重疾。对，看到重疾，看到 punch 就知道。如果想喝醉，可以点这一杯。老天哪，好好喝哦！重疾，我觉得整个被 Jefferson 重疾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。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